晚上好啊。哎呀，可惜我要先拿个水。Hello。晚上好呀。今天要煮东西吃，谢小苍蝇。要煮那个麻辣烫，跟大家一起吃。但是我还点了个别的，对，这是最后一包了，把它吃掉。明天就要上班，好不好？确实要上班哦，还好我明天可以休息一下了，好累哦，最近。写一只小鱼，谢谢一只小鱼。你们看了吗？灿灿和那个灿灿和小狼能照顾什么？没看到啊，谢谢老神仙，谢谢你的蹦迪。看了不太愉快的会面。惨惨是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次已经好很多了，惨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，他估计瘦了之后胆儿子也变小了。谢谢山楂丸。他之前我每次抱他的时候他都打呼呼，刚也打呼呼了，但是我把他抱出去之后他就开始叫，因为他太久没有出来了，你们懂吗？小猫如果太久没有出门的话，如果不是自己的地盘他就没那么胆大了。对，平时还是很粘人的，现在也很粘人啊，我去的时候他就感觉很粘人，我一抱着他就开始打呼呼，就很开心，就是很需要人疼爱他。谢谢小虎包的野蝶，谢谢小虎包。惨哥是哥斯拉，你没看到吗？他扎，然后他牙齿都露出来了，就很像哥斯拉。但是我猜惨惨肯定没有想到这个就是他以前欺负的那个小狼狼。这次比较赶啊，主要是不知道该在哪里会面，因为山子哥不在，然后惨惨我怕就是别人抱着他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就比较仓促。狼哥什么时候才能智能起来？他还挺好的呀，他又不害怕，他刚刚也没有害怕，他就只是很安静而已。波波，来一动什么？来一包果冻，谢谢灯里，谢谢。这是啥呀？对啊，今天还是煮麻辣烫。哦、I know， 来一栋房子，啥来一栋房子？谢谢包纸护卫队，谢谢的蹦迪。要蒸桑拿了是吧？哎呀，完了，麻将我现在已经下了，哎，也没关系，感觉差不多。等一下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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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房间也没有很大了，之前更大一点。现在没有那么大。麻将，那个麻将，哎呀，吃的麻将，哎呀，不能关灯，好黑黑，好黑黑哦。那我在哪儿？你不是说在这儿吗？你忘了？哎呀呀，掉了。也可以，但是，对，把我的打开也可以。那你把你那打开吧，开小一点，太黑了，我那只能开这个上面的这个光了，怕开完这个上面的光之后，你在蒸桑拿，你把锅盖盖上好吧，盖上更有那味儿了。没事，很快就蒸好了，热，很热，那风扇开一下。
风扇开。好，开了一下风扇，然后再开一下空调可以吧？空调再开的稍微小点，风量太大了，因为一会儿一吃肯定更热。懂吧？哎呀，风速也要调一下，不然的话。OK， 很香。什么？准备端好碗吃饭，一边备注还要拿火。不是，我删的是那个，删的是吹风，就是扇风扇，删的是脸，怎么可能扇锅啊？扇风点火。哎，晚上好！我现在很后悔奶茶点的是热的，太后悔了。谢谢哈利波特。今天煮的是麻辣烫呀。对，谢谢粽子，谢谢粽子千丈。舔一下我的盖儿。今晚的耳环是这个吗？还是之前？还是我姑娘？对啊。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所以点这种的。谢谢63。这个豆乳，这个要舔一舔。嗯，喝茶百岛。今天周说他没有喝过茶百岛，我震惊了。今天的麻辣烫也没有肉，但可以放午餐肉。我去拿来，谢谢小猪同学。哎呀，好烫！这个烤火腿就是唯一今天唯一的肉。草莓奶冻好喝吗？没有怎么喝过草莓奶冻。嗯，被我的美貌震惊到了，真的假的？等会儿我把这个椅子给拿走了。OK， 好了，舒服一点了。谢谢64。哎呀，这个啊 ，OK， 谢谢小鱼的荧光棒。我要不是生吃啦，我要把它打开，放到锅里。哎，这怎么粘了东西啊？刀呢？刀去呢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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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在这儿，要倒。我用这个什么刀把它切成片放锅里。喝什么荔枝椰椰好喝吗？不是又倒是也是了。嗯嗯，行，用刀吧。我要是吃的真正吃的时候，应该会关掉了，我觉得。那个时候叫大家一起来吃了。谢谢好想吃酸奶的花花，谢谢苗苗。这样子把它切成片儿放在这个锅里。谢谢瑶瑶的高级马卡龙，煮好了等他们来吃。这个蒸汽，这个怎么蒸汽又在这儿？感觉差不多可以了，这么快。那一会儿再等他们来吃，估计他们也没播完呢。OK， 会小心一点。主要是它这个蒸汽孔老是让我看不到在哪。拿刀把它切成片儿，放到锅里。哎呦，有点厚啊，切的。哎，没关系。哎，算了，拿个手套用手弄着切吧，不然的话切太厚了，感觉一人吃不到一片儿。
谢熊阳，谢谢。当我孤独拥有谁的蹦迪，让你听。这个弹幕怎么又我自己划拉了，讨厌。再切啥，再切切午餐肉。会小心的，放心，主要是就是好大一块，所以就这样切了来一起吃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不会切到手的。谢谢欧打哥哥，欧打哥哥哥哥，欧打哥哥，欧打哥哥 ，sorry， 刚已经喊了你哥哥。谢谢你的皇冠哦！突然间忘记鸽子的这个歌就是该怎么发音了。谢谢阿宇的荧光棒。谢谢七奈，七奈今天黑屏了，没有看到你。哎，晚上好呀！空给你们削削午餐肉。是不是有点吓人？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对人？我怕吓到你。谢谢羊肉串，已经吓到了。哎呦，这么胆小的，又不是吃你，又不是，又不是要这个是吧？别吓他。人很脆弱啊，这么脆弱的，放心放心，不会割到手的。如果真的割到了，那就是我的命，我就终该受这一刀。算了，别这样子说，我就是不要受这一刀。没事，我放在这儿切，用这个手套垫着，让你切得快点。现在开始切成小块了，因为刚刚切太大了，现在切成小块了。这就跟冷餐分蛋糕一个道理，刚开始切的都很大，哎，到后面发现不够了，蛋糕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哦，差点滑走。是不是这样的？谢谢您了。马上最后一块切完，我给煮两个蛋再放进去，完活。很难吃，但估计他们还得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先关火凉一凉吧，我吃不了太热的，太烫了，这个麻辣烫就简直是烫惨了，反正，哎呦，但是感觉汤有点不够，哎，再放点水。哎呦，什么粘上去了，放下，哎，其他的料我在这儿，我去接一杯水，等我一下哦，朋友们。现在开始关成小火，哦，慢慢煮吧。小火，躲衣柜里了，没躲衣柜里，躲在其他的地方。总觉得水有点加多了，不过这样子看也还好。
慢慢煮吧。放蛋喽，一颗 ，OK， 这颗很完整。第二颗 ，OK， 第三颗，啊，我的视频发出来了，那个是我凑数的，因为我要发的是我发在房间里的那个。发在房间里那个，它就是总是不行，发不出来，发了好多次发不出来。我觉得再不发，一会儿时间就到了。看看我的成果，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现在看起来很不行，因为我刚下了三颗蛋，然后。看着比上次清澈的原因是我还没有放辣椒油、醋和麻油，还没有放这三袋，还是要放的。辣椒油放少放一点吧，我今天不想吃太辣。不是我一个人吃，好几个人吃呢，要叫他们来一起吃，怎么可能我自己吃这么多？就算我再厉害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吧，而且我现在食量比以前小太多了，没有以前那么大了食量。醋要都放，算了，这个醋等熟了之后再放吧，先把辣椒放进去。哎呦，我脑子好笨，忘记了蛋刚放进去，不能咕噜，不能搅的。哦 ，no， 笨蛋。算了，先焖一会儿，我再最后放醋和麻油，让它小火，因为我不想火开太大，一会儿水又熬干了。那一会儿再放。水开了以后放蛋，我蛋已经放进去了，不是水开的时候放的，我是现在冷，那就当它是冷蛋吧。但是这个水是热的，只是不是这个不是滚烫的。那我能不能时光倒流一下？那不太行。我可以再填上这个。好可怕哦！是那个豆乳米麻薯，豆乳玉麒麟比它少了个麻薯，所以我要的是豆乳米麻薯。但是它这个要这个豆乳的乳，它都没有那个，我甚至可以放点这个核桃仁再抵一下。麻辣烫要煮多久？还要再煮一会儿吧，主要是我不想它那么快就煮好，因为大家还是直播。奶茶里打个蛋，那你去点那个呀，芒果蜜汁什么的，还会在里面给你放蛋。辣椒和麻酱可以一起放啊，是啊，有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茶百道的，新出的。谢谢一包果冻的叶蝶，我插个吸管，我的盖去哪了？谢谢你的叶蝶哦，我的包的。刚一起放在这里，怎么消失了？会不会没有送吧？啊，好像没有送啊！怎么会没有送的？那不要这么喝吧？真的吗？这有点强我所难。
麻辣烫里面放奶，不是放奶茶。行，那就这么喝吧。下面都是米麻薯，能吸得上来，为什么不能吸得上来？嗯，嗯哼，可惜我点的是无糖的。吃这个吧，谢谢韵墨的夜蝶。什么？那个蛋蜜汁的味道也还不错，没有什么蛋味。当时我让尤淼尝了一口，因为他很害怕，我说没有什么蛋味，你尝一下。然后他尝了一下，就说就几乎是芒果的味道。这不跟我卖洗发水，就是说那个基本上是柚子的味道，没啥生姜的味道吗？会害怕，你想想奶茶里面放了蛋，很多人都会害怕。王姨还说我好厉害，因为他一听到里面放了一个蛋，他就觉得很可怕，是黑暗料理。我说还好，我说还好，有点红是灯光照的了。对，就是口感比较浓郁，其实没什么鸡蛋味的。谢谢一撮灰的荧光海。嗯嗯，我怕很多东西的。谢奶茶仙子，我可以把我害怕的告诉你们吗？那你们以后可不能利用我害怕的来对付我，电视剧里面不都是这样子？等你们黑化了，你们就对我太了解了，所以更知道怎么打败我。嗯，对啊，南方的蟑螂会飞，还好我还没有碰到过，不然我吓死。我怕很多东西，你们能想到的我都怕。因为我就是不是一个非常胆大的人，我胆大的地方就是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地方，但是对于就是什么动物之类的就很怕。蝴蝶的话一个两个三个不怕，一堆的话，你没有进过那种蝴蝶园吗？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。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点点恐惧，我心想不要朝我飞过来，我心想不要朝我飞过来。蜻蜓同理啊，一个两个三个不怕，一堆的话，一堆在那里飞，我就好害怕，我就会想不要朝我飞过来。你害怕鸡尖嘴带羽毛？那我鸡还好，可能因为能吃它。蟑螂啊，蝙蝠，蝙蝠也是。它如果在天上飞，我倒觉得还好，只要不离我太近就行。因为我有一次有个蝙蝠离我太近了，我吓惨了。它不小心飞到我们屋子里来了，在楼道里飞，我吓得。而且我跑，他在后面飞过来，我赶快进了洗衣房，把门关上，不敢出来了。好吓人！但是他找不到，就是怎么出去。OK， 看情况。哦，还不错。开始放，嗡嗡嗡嗡，水滴到我的这儿，放醋和麻油了，放完就可以关火了。怕皮肤滑溜溜的动物，比如呢，蛇，
还有什么？蚯蚓。哎呦呦呦，溏心蛋哎，溏心蛋哎，可惜被我戳破了。我真会下筷子，第一筷子就戳破了一个溏心蛋。关火了，关火了。保温吧。然后放蚂蚁。青蛙我也怕，它离我远远的没什么，它不要离我太近。如果它突然窜到我的脚边，我会害怕的。对，吃起来还好，吃起来我倒不怕，吃倒是不害怕哈。如果现在再让我吃蛇，我可能就不知道我会不会敢吃了。我之前吃倒是敢吃，很奇怪吧？现在吃我可能会犹豫一下。我有啥不吃的不？有很多啊。像比较大多数人可能比较少，就是虫子啊那种我就不吃。不喜欢吃什么来着？也有了，一时让我想不出来。我没有吃过甲鱼，不太敢吃，因为而且我也不觉得它很好吃，感觉不是很好吃的样子。贴手工拉面，猪大肠吃啊，黄鳝吃啊，蚕蛹不吃。甲鱼没吃过，我也不想吃，因为我感觉好像不是很好吃的样子。对啊，我vlog吃过蚕蛹，吓惨了，而且很苦，感觉不太对。他们说不吃可可。嗯，为什么要塑造一个什么都不怕的形象？那也太惨了吧，什么都不怕的形象最惨了。因为你干嘛要表现出什么都不怕，很容易露馅。而且如果你逼着自己去表现，那你要忍受的东西太多了吧。这是跟我不吃，我吃不了。要弄就弄一个什么都怕的形象。谢圆鼓鼓的权杖。哎，人家都觉得你什么都怕，结果你面对那些东西，其实你心里也没有那么害怕，然后在大家面前就战胜那些东西，然后大家就会说好棒、啊、好牛，有进步有成长，我们太厉害了，这样子不更好吗？折耳根我吃不了，我真的吃不了那个味道。我不行。但是不要太脆弱吧。你第一次吃醋了。害怕跟脆弱是那什么不一样的。害怕只是害怕，但我不脆弱。我害怕但我不脆弱。内脏牛杂吃过。全家就你不吃折耳根，那你家里都吃凉拌折耳根？我吃不了肺，虽然说我吃过，而且我吃完也不会咋样，但是我现在想想，我觉得肺好难吃。猪肝还好吧？No， 不是夫妻肺片的那个，是卤煮里面的肺，因为肺比较便宜，比那个肠便宜，所以就很多肺，肠很少。
不是没洗干净，是就是可能那个比例问题，你懂吧？如果它肺少一点，长多一点，可能就还好，就不会不喜欢肺。可能吃太多了嘛，那次吃伤了有点。不会煮烂，因为我已经关火了，现在只是在保温。我尝一口，这面不会煮烂的。给你们夹一勺再尝尝。你觉得肺很好吃？嗯，怎么这么黑呀？突然我，哼，算了，还是端起来吧。有点辣。二口蛋，让你们尝尝。哦，有点辣呀。来一块尝。对啊，就是抖音上的那个麻辣烫，但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买。我当时买这个是因为好烫，当时买就是因为我以为里面有丸子。河南人一般能吃辣吗？不太知道哎。你这麻辣烫不放麻酱，嗯，还行，嗯，蛋去哪儿了？其实我更喜欢吃那种散开的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喜欢吃蛋黄是蛋黄，蛋清是蛋清的，要么我就喜欢吃他们俩混在一起的。就是那个李海龙牌子的，因为我买了三包，这是最后一包，赶紧把它吃掉，不然放在那里我怕到时候不能吃了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跟他们连麦。夹一个豆皮，夹一个土豆，说这个煮好了。你爸也叫厉害了。嗯，哎呦哎呦，扣扣都已经关掉了。刚跟他们说给他们那个的，嗯，是什么东西？葱吗？还蛮好吃的。谢谢，来一包果冻。我把盖子关上，不然就是不热。虽然现在还是很烫很烫，一会儿等他们播完再来，让他们来吃吧。谢谢，来一包果冻。嗯，泡发了的。不会的吧，我觉得可以凉一下，因为它现在太烫了，但我锅开的是保温，我把它关掉吧。越泡越多到时候。哎呀，我忘了我还点了饼，面会这样干。看一下，给肥子说一声，不会又连不上麦吧？今天要是再连不上，我确实要给大王去讲我这个连麦的问题了。每次都连不上的话，那29号就出大事儿。小八，哎，你在他直播间能看得到我吗？我看不到。好吧。
不行啊，这真不太行啊。哎呀，我都忘了还点了个汤，救命。哎，我的饼呢？我的饼去哪儿了？等会儿。哎，嗯，哎，宝宝，哎，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啊。哦哦，我还以为看不到。Kona 在吗？Kona 在，他在吃烤串。哦，我煮了麻辣烫。他煮了麻辣烫。卸妆去。他说卸了妆去。好，一会儿过来吃哦。一会儿过来吃哦。嗯，你也是，跟你说呢。我不吃，我减肥呢。好吧，那让他吃。那你可以顺便邀请一下百心。我吃不下了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们那个什么，有没有看到我跟肥子的合照？美人鱼那个。铁圆虎虎的马卡龙，好看吧？嗯，好像好呀。嗯，翻拍了很多呢。我说的那个照片就是，当然我拍了一下屏幕里的我。哎，我想干嘛来着？哦，对，稍等一下。写萌兔子的夜蝶，找一下啊，哦，在这儿呢。我说找一下我的手机。哦，什么什么？嗯，我们棚的颜色和中差不大一样。第一个景拍的确实人很黄，第二个还不错。当时拍出来是什么样子，忘记了当时拍出来什么样子，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不调个颜色，我嘴巴都成别的颜色了，脸很黄。他吃了十斤胡萝卜，我跟你们说，那耳朵是我们姐姐给我挑的，然后我拍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像个鱼精，你们能懂吗？感觉那种耳饰很容易让人像鱼精。我后面那套就跟肥子那个没戴，感觉自己好了一点。嗯，五精，那我可以把所有美人鱼都吃掉了。对，跟肥子那套是我们躺地上拍的，用的上面打的那种波光粼粼的，非常就是比较怎么说呢，第一个景就是感觉是大制作，摆了好多东西乱七八糟的打光什么的。第二个是，上面一个浴盆儿，那不叫浴盆，浴池还是浴什么东西？下面一个纸，然后旁边打个灯，拿水盆在那里晃晃晃，很简陋，但拍出来比较好看。
等胡英给我发视频，看一下发的啥。橘子和那小猫猫，橘子好挤呀、啊，把自己挤的，因为那小猫猫睡旁边了，它就只能睡挤着睡了，好好笑。嗯，没声音，没声音呀、啊。这给我看的是啥？确实。突然做多了这么多的宝宝，他心情咋样？你说橘子他会不会心想，我不是个宝宝吗？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宝宝？橘子是公猫，他现在太多猫了，他是打算把小猫养到满月之后再去送人的。现在差不多满，应该满，已经满月了，因为小猫咪就是满月以后才会比较那个嘛。嗯，不是他的孩子。不是橘子的孩子，嗯，是有个流浪猫，然后到胡歪歪的这个屋子里了，也不是屋子里，就是附近，就他们家，然后每天就给他吃了喝的，然后他就在这里待着了。过了段时间，就是心想说那就养着他吧，结果发现他怀孕了。刚开始不知道她怀孕了，是后面才知道她怀孕了，然后很快就生了小宝宝。意思就是说，本来以为来一个，结果来六个。嗯，是啊，拖家盖带口，带，好像生了五个还是生六个，不记得了。应该是五个吧，加上他六个，应该找到人送了吧？不知道，没有问我妹。我也在想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他岂不是要养着？那他这个小屋子，猫占十分之六，不，十分之七了，感觉。本来我妹都打算就是不养这个流浪猫了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到家里，结果我妹的猫和这个猫对付不来，我妹就想说那把它送，还是问问有没有人养吧。结果在这个等待的时间，我妹对它产生，就是也不是产生感情，就是有感情了，你知道吧，这就不舍得了，心想那留下来吧。结果一流好吗，流一下子生了。嗯，我想吃我的饼，饼去哪儿？嗯，去哪里呢？我没说橘子偶尔舔一下小猫，还被哈了，被哈气了，被顺去隔壁了，然后叫了去，打个电话。嗯，剩下的啥意思啊？嗯？不行，我这手机号没有交过钱。啊，那我先喝口我的汤吧，希望不要吃完，去拿一下，等会儿喝口汤先，瘦肉汤。嗯。
想吃肉不太正宗，肉有点面，你们懂吗？感觉不是真的瘦，我去拿一下补品。我的饼也不知道，我记得我加了个蛋在里面。天哪，我真的要胆固醇了。这个饼已经被吃的不是个饼样了，但是也就这样吧。你们咋看呀？还看看饼？这样看吧。它这个设计不能从中间撕开吗？那我自己撕。一般这种袋子不是可以从中间这个缝给撕开。我加了一个加了一个这是什么面筋，加了一个蛋，它才这么豪华。就是豪华套餐里面加了个面筋，加了个蛋，但我感觉也不是很豪华呀。我里面的臭豆腐怎么没有了？它是有臭豆腐，有肠，有鸡柳，还有什么玩意儿忘了。对，冰箱里不行，我再拿个手套，感觉它已经这个纸已经不太行了。对，还说有年糕都没了，年糕呢？年糕呢？我找到了一片，给它裹一裹吃。本来我想的是，就是可以配着麻辣烫吃，你们知道吧？但是感觉这个有点难拿呀，哎，难拿，它都开了，用纸接着。嗯，我感觉它不好吃了，我就记得上次姐姐的那个很好吃。我好硬，我有点它凉了，可能是因为凉了，热一下可能会好吧。但是这个蛋怎么这样子？这么圆的蛋，我不喜欢吃这么圆的蛋。这种就是让人很没有食欲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喜欢吃那种没有规则的那种蛋，这种蛋一看就让人就是太规整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点无趣，这个蛋。
接着吃。嘴张的老大，给我咬了一点点。怎么办？我感觉我吃饱了，可能是喝饱，喝奶茶喝饱的吗？咋办？我感觉我饱了。可能那个麻辣烫比较顶饱吧。有点无趣。放着吧，你把我热一下再尝尝。好，给它热一下。可能是天热，哎呀，我鸡蛋飞出去了。可能是天热，所以没啥胃口吧。谢谢吃火的一碟。再喝一口。还是喝奶茶会比较让我能喝下去。吃东西有点吃不下，我觉得要抢着吃。豆乳米麻薯，感觉可以了。哎呦，为什么没有捷宝的好吃？下次问问他点的是什么，怎么同样是饼，他的就比我好吃，难道是因为别人家的好吃？有可能是那次太饿了吧。什么网终于不卡了。我跟你说不卡了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抖音，我认证颜值什么创什么者，他不给我通过，因为在填一个地方他不给我通过，是什么呢？是影响力。我心想影响力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影响力是什么，我没有在点你们。你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上传的是你们给我上传的是就是我的私信列表，当然看不到你们发的消息啊。我上传，为什么上传这个呢？是上面的消息全部都是消息。我心想说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无所谓了。我想能不能就是我随便上传一下我的主页跟我这个消息列表，这不是消息列表，消息这个点就是99+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平时不点，就是很少点，会忘记点。然后不是私信列表啦，你一看你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所有人的消息都是在一个表里的，懂吧？是看不是不是一个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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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是所有人都在一个里面的，只有点开那个才可以。我说的是我的消息列表，不是你们给我发的那个消息的列表，懂吧？然后我心想说为什么不行啊，为什么，到底什么呀，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现在的为什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上面是 BJ4D 胡小慧，我想把这个去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掉。我去网上查，他说你可以注销账号。我心想说我不是想注销账号，问问客服，我去问问吧，因为我实在是就是
我怕等我就是之后万一这个账号消失了怎么办，不是我的了，那怎么办，就不能把那个已经认证好的给去掉吗？我想认证这个颜值什么什么者，也并不是真的想认证这个什么颜值什么什么者，我当然很不好意思了，我怎么可能，就是只是因为我觉得相比较其他的，这是一个就是目前我好像还能认证一下的，你这个是这个什么东西，我只是想取消掉那个 DJ 播爹胡小慧，因为我想改一下我的微博，就是绑定一下我的微博，结果他也说你已经绑定小包厚厚，我说我什么时候有个微博叫小包厚厚，难道我是我之前搞的，可是小包厚厚的微博是在哪里呢，我现在用查一下，查一下能不能查到小包厚厚，我不会真注册了一个微博叫小包厚厚吧，我怎么没有印象呢，没有啊，我这里怎么查不到，等如果你没有机会查到了再说吧。 B 站不是的，我没有暴露我的微博小号，我小包厚厚是我的 B 站前账号，根本不是我的微博号，我微博哪有什么小包厚厚啊，没有绑定 B 站的，哎呀我这个微博怎么查呀，不会，哎为什么我这个查不了啊，我手机老是这样子，我想查一下有没有这个用户，万一是别人呢，哎好烦哦，这是啥，非要让我关注别人，看看小包厚厚用户，真的有啊，没有小包厚厚，只有一个小包厚厚厚，但是是没有头像的，啥也没有，一个是有三个啊，怎么没有了，小包厚厚厚，一会儿刷一下有，一会儿刷一下没有，哎这个不会真的是我吧，因为你看哎，但是它是小包厚厚厚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只是小包厚厚，你看有一个叫小包厚厚厚的，哎看不到啊，你们那不是我，我是小包厚厚，不是小包厚厚厚，这是人家说我绑定的啊，我没有挂，没有想挂人家的微博，就是厚厚是两个厚嘛，厚厚厚就三个厚嘛，人家非要说我抖音绑定的是小包厚厚这个微博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微博，但是我又想不明白是不是我失忆了，我不记得以前注册过什么小包厚厚微博，不是，我从来没有小微博叫过小包厚厚，这是我的 B 站，我 B 站才叫小包厚厚，我就是想解绑，谁来救救我，我真的想，就是微博无所谓了，我主要是想把那个 BJ48 胡小慧给去掉，那我去问客服吧，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糯米，哦晕乎了啊，客服很不给力，那可怎么办，同志们不要点这个冰小六的这个瘦肉汤，它个这个瘦肉不太瘦肉，有点面，就是淀粉肠和
肉肠的感觉。哦 ，OK， 光跟你们说话忘记尝一下我这个饼了，一会儿要凉了。哦哟，好烫！我天，越烫越烫。一半下面烫的，上面凉了。哎，不行，换只手，换只手。我左手不耐烫，右手还行。右手比较厚实，因为经常干活。左手比较娇嫩。什么？能看到不同的美食？当然分左右了。那左人的手就是不分左右，分什么？是啊，刚刚说吃饱了，但我觉得很浪费，不吃的话。再吃饼，好吧，还是热了也不好吃。我吃口肉尝尝。可能它好吃，只是我饱了。放到饿的时候，真的什么都好吃，不要挑剔，留下来给他们吃。就这一口分三个人吃。嗯。这是哪家的？以后不点他家。你现在是让我得罪这家吗？我当然不能说了。蘸香饼，吃过啊。瘦肉汤得罪就得罪吧，总不能一个都不得罪。他又不是主打，我们稍稍得罪一下也没有关系。主打的怎么能得罪？我刚刚说了饼不太好吃，我后面肯定有找补，有说可能是我不饿，要么就是说我吃饱了，要么就是说什么什么的，好吧。人不能太完美，怎么跟人完不完美扯上了？哎呀妈呀，我确定了。我真的吃不下，我现在吃了之后感觉有点低，奶茶都不想喝了，我只想喝普通的水。必须要有吸管才行，我的吸管在这儿。嗯，好好喝啊水。第一次觉得水那么好喝。不错，把嘴擦擦。吃麻辣烫我看一眼。还行吧。还有好多人没抢。我想是等他们直播完再叫他。默默的睡觉。怎么啦？叫我干嘛？不会啊，这个面不会那么容易泡发的，它不是普通的面。喊小狼了，看看，宝贝的呢？天哪，小狼没有在睡觉。
晨晨啊，宝宝。换一个音乐，把汤关上，不然的话一会儿汤进猫毛就不好了哈。汤关好，放在其他地方。小狼宝贝，小狼宝贝，等一下，让姐姐擦个嘴。看他一不小心弄手上了。哎呦！看一下有没有红色。哎呦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哦，当腮红用吧。小狼当然没二十斤，我小狼只有十二斤左右吧。你看它这么小，小小的一个，怎么可能？看哪儿呢？是不是困？姐姐现在没法哄你睡觉的原因是因为姐的脚叉不开，姐这样叉。这样子吧，可以不？这样子可以吧？他嫌姐头大。哎呦！他刚刚没有在睡觉，刚才刚趴着这样子，就眼睛这样子，感觉很无聊，所以我来烦烦你。是不是无聊啦？咱们来跳舞怎么样？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。有谁想看我们小狼跳个舞的？感觉要睡着了呢，这感觉睡着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刚不是没睡吗？这就要睡着了？你是不是在装？你是不是在装，宝宝？怎么可能被强哥吓困了？感觉有点困了呢。宝宝困啊，是不是姐姐抱抱的原因？哎呦！好热呀，宝，你好热。一只手托狼是不是很厉害？好，给大家跳个舞放你走，太热了小狼，因为猫比人的体温高一点，一会儿就给我热疯了，夏天来了宝宝。坐姐身上，坐在这，坐这舒服。啊，宝宝掉了，去吧去吧，坐去吧。他不会是学会了吧？会学会惨哥的叫声了吧？好害怕。怎么叫了？我跟你们说，他第一次。就是他第一次叫的叫声和惨哥一模一样，我当时就心想是不是听惨哥叫的时候他学的，因为他以前从来都没那么叫过，自从惨哥凶完他那叫完之后他就是那么叫了一次，我吓惨了，我说不是吧，学习能力这么强的，我说学怎么学惨哥，因为只有惨哥他一直叫一直叫，当时哎呀完了，这毛有点多。今天听了一下，这又叫了，我好怕呀。
完蛋了，你看在这里的猫毛又要飞我眼睛里去。今天的眼珠子是叫什么来着，忘了，蓝色的。今天是两个毛，是仙子毛，不是仙女吗？仙子毛和鱼尾。谢谢就喜欢一天，是蓝色的，其实还有星星呢，但是这样子看不太出来啊。灯光打一下看看。有点红血丝儿，我的眼睛不要介意，就是蓝色的。我眼睛看起来没修小，可能是因为戴隐形眼镜戴久了，不过我没啥感觉，这款还是比紫色的舒服，因为它直径比较小。这款的眼睛和我的自己的眼睛直径差不多，我之前戴的紫色的那款会比我自己的眼睛大一点，所以它会舒适度没有那么好。拔自己的睫毛，对，紫色是我上次试日跑。直接拔睫毛，我有病吗？我给自己拔睫毛，为什么要拔睫毛？还快准狠。你身上的毛毛一定很多，那你拔，你天天拔你的毛，也快准狠。从你的脑袋到你的脚，脚上肯定都是毛毛。但是眼妆不灵不灵，我一直都画这种不灵不灵的，因为其实我很久没画过这种粉色的了。但是这段时间从我被隔离之后一直画的粉色的，只画了几次那种比较浅的，后面都画的比较深，是因为我发现太吃妆了，尤其是因为我们在楼下那个灯光比较亮，很容易曝光，所以如果不把妆化浓一点就很难，就是让人看到我的五官，因为一个大白脸，你懂吧。对，我先画粉色的，紫色的就是因为我的头发，所以才画这样子。有段时间我喜欢画那种淡淡的，我的眼睛也可能被睫毛扎了，你的脑子也被睫毛扎了。谢圆虎虎的权杖。我眼睛没有被睫毛扎，我扎没被扎我还不知道。你不是要说我有盗劫吧？那你就说明白点，别让人误会，好吧？谢谢幺三幺的蹦迪。用啊！我现在就用了牛郎，中间用了牛郎，也用了这种紫粉色的闪闪。都用了，对啊，牛郎不是这个郎，很漂亮吧？这个闪闪，我用了三种呢，先用的牛郎，再用的这种大亮片，再用的是玻璃碎了，看见内眼线，还是蛮好看的哈。眉毛也染成紫色。我正打算把我的紫色都去掉呢。对，一个我买的是小瓶儿的玻璃碎了，它名字叫玻璃碎了。你要睡了吗？那先晚安吧。对，已经不怎么紫了，我因为我想让它不怎么紫。
我洗了好多遍才这样子的，染的话我染了三次才把它染的稍微不紫了。我拍生姐的眉毛，对，我拿眼影画的。我二号去广州，嗯，我染了三次灰色。有记录紫色的自己吗？没有哎，我后面可能如果这个灰色不太理想的话，我会再染一次紫色，因为我已经买了，不用白不用，不能浪费。下一个什么颜色？我没有想着再变换颜色，因为我头发就是，我本来找了一个小红书的一个视频，人家说跟着他染头是先这样子，先把自己的头发漂成白金，很浅的那种，然后开始染颜色，先染，染什么颜色来着？忘了，它有个顺序的。感觉好牛，可以把所有的颜色都染完。昨天十六人的那个款，昨天十六人就是这个，我今天自己做的，你们知道怎么做吗？我给你们展示一遍。这个发型超简单，但是我十六人的时候头发比较紫，而且是直发，所以跟现在样子看起来不太一样。对，那要漂，如果想要我想要的那种的话，必须要漂很多次。但是我的头发下面的这些已经锁不住色了，我只要是染了其他颜色，我洗一次就会掉，所以就只能够我没有用固色，我在纠结，其实我在纠结我下一次洗头用什么，我到底是用紫色的还是用灰色的，好纠结。我今天的这些头发都是用卡子固定的，没有用皮筋啊。紫色的下次染用紫色的吗？下次洗头，但我只是怕它不均匀。对，我也觉得灰的话有点难灰了，我得洗多少次头才会灰。就是我普通其实平时的话我头发就是这样，但那个紫色说实话不太好看，是因为它饱和度太高了，然后显得人没有气质，你知道吧。对啊，再掉就是黄了，黄可以染上灰，但是紫染不上灰，灰可以染上紫，就是因为那个紫色爆顶了。我上次的那个就是灰色呀，你忘了？我也没有到十度，我当时是七八度。你看，我平时头发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有一次，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就是你们知道这种发型吗？就是这种。我只是在这样子的时候，突然觉得，哎，我头发是不是可以让它这样固定成这样，然后我在想怎么让它固定成这样，我就说剪就卷，就是挑一撮这样子，看这样子一弄，摁住，拿一个卡子一卡，就不用编了，因为编的话很麻烦，你懂吗？而且编的话它会这样子，你们懂吗？头发这个高度跟这个高度比，当然是要这个高度了，就是它很容易这样子会露出你一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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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头皮，你们懂吧？而且会显得这里光光的，会扯住，确实。然后这种就很方便，而且不用编，因为我觉得编发还蛮久的，你们懂吧？这种只要这样一扭，然后一弄就可以了。当然我今天可能弄得不太好，那个姐姐说要给我拆掉重新弄，结果她一看我头上的卡子她放弃，她说没事我帮你调调头型吧。我可能在这方面还肯定还是不如人家，就是这种
天天搞很多发型，弄很多脑袋的。这张很容易，很快就做好了。对，编的那种就勒的人，我尤其是我的眼睛本来有一点往上，如果到时就成这样了，你们懂吧？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这样子两边这样子的话，会显得脸瘦一点。所以我每次如果扎马尾的话，我就要这样摁住我的头皮，不要让它被它扯上去。就是梳马尾的时候，如果梳那种很高又紧的马尾，你记得一定要摁住你的太阳穴啊，从你的眉毛这里可以开始这样摁住，一定不要被扯上去。但如果你就想要那种精神的狠的那种，那你就可以无所谓了。对啊，很紧的扎马尾就很紧啊。很快吧，我觉得这个发型简直是太方便了，方便太方便太方便太方便。这发型蛮帅嘛，当然我就是下次希望可以找发型师给我搞，因为今天是我自己搞的，这样子给他让他们俩在一起，这样子卡个卡子。我好像多弄了一部分，把这边的头发也弄上去了。今天的唇膏什么色号的？不知道，刚涂的这个，不知道这是啥。当然，现在是这个颜色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它掉了。对啊，我今天甩头，它也不会掉。当然，记得要多卡点卡子哦。因为以前看电视有那种就是半披着头发，觉得哇好帅，你们懂吧？这样看头发真的多，毕竟洗了那么多头发呢，对吧？不过我自己的头发也挺多的，因为我是沙发。完了，这毛吗？对，我本来头发就多，就理发师都说我可以再造两年，不用担心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怕我之后不接发了还是咋样，他说我还可以再造两年。我以前有去拉直过头发，就如果不拉直的话，头发就是太爆炸了，染多了发质有变化，漂多了会有，染的话还好，我觉得染其实还好了，但肯定也会有一些改变。就是我以前不怎么涂护发素，现在要涂超多。对，我是自然卷，现在不卷。你去剪头，然后毁了，拿回了，剪刘海剪错了还是什么？我播到45吧，就不说了，不然嗓子感觉有点痛，感觉这里有点不知道上火还是什么吧。刚好让你们休息，太晚了是吧？嗯，变成了朵拉，这个剪短了太多吧？扁桃体发炎了是吗？对，刚好明天可以睡懒觉，而且今天做了核酸，明天出去无所谓了。啊，另是你，哈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谁的更短。可以好好休息的。嗯，明天27号吗？27、28目前都没事，我赶紧把画画完，还有好多画还没画完呢。对，27，过了12点是27吗？
对，已经月底了，所以我赶画完。嗯，因为我本来以为会隔离七天嘛，我想这七天我可以干好多事情。哎，想想想，没有了。嗯，我说的没有了，是在酒店个人隔离七天，这个好像个人隔离不用在就是酒店隔离这么久。嗯，我还想的时候那太好了，我要把所有的电视剧都看一遍。天堂在那儿，吃了喝，喝了睡，睡了吃，吃了喝，喝了睡。哎，我一定会很幸福很快乐吧。想了想，天哪，唉，是我想太多。我可以每天跟你们说我今天吃了什么，今天的饭是什么。梦华录我现在没看，因为这几集不想看。嗯，太难过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剧情？为什么一定要有误会？就不能够有啥赶快说吗？浪姐也没有看，啥也没看。必须要看这种误会。36集才和好啊，好久哟。那一共多少集啊？嗯，要多演几集，一共就40集。天哪！我甚至有时候在想，你说女主她就是经历就是这些事儿的时候，男主不在她身边，结果女主一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，哎，男主就是跟她说了，如果和好了，可是那段经历就是没有她陪着呀。糊嘴了，开始吃个奶茶。不是，靠自己是靠自己，或者什么什么的。但是，这不是说明女人要独立，这女主一直挺独立的，只是说这段经历，你懂吧？你懂吗？就是如果说我一个很让我就是很头痛的东西，就是这是个苦难。如果我一个人度过了这些时候，我如果我一下子成功了，就是成功了，我没啥苦难了，我这个就是我那个感情感觉也不会很需要了，就是可能会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，你懂吧？我想了想，也说不定就是，谢一乐呼呼，谢谢你的马卡龙。对，也说不定是因为就是高兴，不如就是更高兴一点，所以就是又和好，就在一起。因为发现是误会，可是为什么要搞这个误会？那因为但是我没有看，就是我那集都是一直快进看的，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。就是他爸爸杀了他爸爸，还是只是个误会？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我没有太仔细的去看这段，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情，不太喜欢看这种剧，这不是这个情节，不太喜欢看这种情节。因为如果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是很难受了，知道吧？谢谢小单车。写皮克特，因为之前谁跟我讲的，就是说他这个剧就是很好，是因为他就是没有那种你走，不不不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就是这个是你走啊，我走了，就很干脆。
我也要走了，46了。拜拜，同志们，好好休息哦。拜拜。嗯，我其实有点困了，打算一会儿叫他们来吃一点之后就睡觉，躺床上了，困了，走了啊，拜拜。